desk mini A 三百延续了 Ashrock desk mini 系列，采用 AMDM 四插槽，能够支持 Bristol Range 和 Raven Range 的65万 APU DDR42933 MHz 内存插槽，可支持高达 32GB 的容量。凭借超频内存模块，可以提升20的 3D 游戏性能。此外 Desk Mini A300 同时支持三个显示输出，极大的改善了用户体验。 Desk Mini A300 图片来自华星官网，这款主板配备两个用于 CJEN3 高速 SSD 的 Ultra M 二插槽和两个用于 RAID 功能的 SATA 接，能够提供出色的读写性能。其中 RAID 一定向可以备份数据，使 Desk Mini A300 能作为私人迷你数据库使用。此外，它还支持 USB 3.1GEN Type C 和 M2WiFi 模块。APP 商店搜索中关村在线，看2018年最新。